诉我怎么说，说你段子起跑不失落，想法带了三十多，打扮得要精扬，去看你的表哥哥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，手牵手一同走，肩并肩呀一同坐，好家伙，你如同蛾妖魔，你丢了我的脸，还陪着我老婆。哥哥呀，你不要瞒我，且听我来说。怎么说？今早没有摆明下分过，前思后想没法做，想继续接接看，才去找我表哥哥。我再不相信。你想想。倒不错，怎么又回你同桌？哥哥呀，你听我来说，表哥哥亲密多，今早晨他解了迷路，他又帮我提落，周身上空手，再过就是扶我过。你骗我，就休。